相公，这仅是妾身的事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是早点歇息去吧。啊，哎呀，娘子，学生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忙？学生去休息呢。娘子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学生还能做点什么？妾身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事可让相公做的。有了，有了。那学生就给你读45经，来给你解闷儿啊。相公，织锦不比磨豆腐，不能一心二用的。哎，娘子，没有关系的。娘子啊，只管一心的织锦，全当把学生的读书当作是音乐声就可以了啊。既然相公执意要陪妾身，就委屈相公到湖边去熬水垢。水垢？嗯，这方法能加速漂洗工时，但熬的方法非常特别。方法特别？哦，娘子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啊，娘子，你说吧，学生谨记在心啊。你记好啊。啊。我们要挑个好的地方的水，我们村的旁边有个湖，那儿的水啊特别清。水垢做好了。这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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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事出了怪事了！混蛋，你想瞎帽子戴呢？啊！瞧你那怂样！什么事吓成这德行啊？那呆子的老婆一夜之间就织出了10几匹锦绢呢！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是小人亲眼所见。咱们府上又出怪事儿了。啊，怪事儿什么怪事？什么怪事儿了？董相公的娘子一夜之间织出了10几匹锦绢。啊，真的？是真的吗？胡说啊！什么人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就是，所以才怪呢。哎，就是怪。听少奶奶说呀。哎，都用来了，都用来了，都用来了。来来，各位早，各位早，早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儿似的，没事儿，跟没事儿似的，跟没事儿。太奇怪了，怎么这样啊？真是的，什么特别奇怪？姐妹，哎，姐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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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必如此多礼。前日小妹酒后失德，还望姐夫多多海涵。贤妹啊，你现在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，这妇道礼数是万万悔不得的呀。是，
小妹谨记姐夫的教诲。姐夫，你为何如此疲倦？哎，学生为了让你姐姐快些织锦缎，所以学生替她熬了一夜的漂洗锦缎用的水垢。姐夫真是个实诚人，哪有听说天下用水垢漂洗锦卷的事儿啊？贤妹的意思是说，我是说，娘子。娘子，娘子啊，管家说的一点不错，那呆子的老婆是织出十几匹锦绢呐！你住口！你怎能对我家姐姐如此无礼？娘子，我这，姐夫，你可是我家姐姐昨晚一夜之间就织出了十几匹锦绢之事。说，是有此事，我家娘子都累得都晕倒在织机上了。我说的是真的吧？哎，如此说来，要出祸事了。这是什么祸事啊？祸事？什么祸事啊？贤妹快说呀！什么祸事啊？事到今日，我也不能不说了。贤妹，你就说呀！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说呀！说呀！我家姐姐是个妖怪。啊！妖怪！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娘哎，吓死我了！娘子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家娘子和贤妹同是姐妹，如贤妹所说，我家娘子是恶毒的妖怪。那贤妹，你又是什么？其实，我和姐姐并非亲姐妹。她是家父收留的义女。那贤妹家父既然知道我家娘子是一妖怪，为何还要收留她呢？当时看见她正被一烈火追赶，命在旦夕，我家父笃信佛门，终身行善。对，他就学东郭先生把她救下了。啊，原来老丈人像东郭先生一样是被妖怪给活吃的呀。姐姐这妖怪比那东郭先生救的狼还狠毒。烈火走了以后，他从家父的裙下钻出来，立刻变换成人形，并发誓要随家父积德行善。谁知没有过几日，他就兽性大发，将家父……娘子别哭。贤妹既然知道我家娘子是个妖怪，为何还总跟着她呢？我跟着她就是为了不让她跑了。有朝一日，我访到佛门高手，好报杀父之仇。对，那他为什么不伤害你呢？我一柔弱女子，他想什么时候伤害，不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他现在留着我是为了好供他驱使我。不对，你说家父被他给吃了，那丈夫老爷又是何人？哎，董郎，你真是个呆子！呆子，其实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供着妖怪驱使的可怜人。哎呀，你看看他哪像个当爹的样子？不像。董郎，你不妨仔细想一想，就不难发现他有许多露马脚的地方。从我们灯花节初遇董郎摔跤，到令尊过世，我们大闹灵堂，从董郎丢经诵经到磨豆腐奇迹，从他给我家公公吃还阳丹还阳，到用金簪让我家老爷从高处摔下不死，对，再到这次的织锦，你想想
这哪一桩是人间凡人能做到的？对，对。姐夫，我也不多说了，免得你认为是我在陷害姐姐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今天此时，你和我家老爷一起去看看我家姐姐是如何织锦的，就一切都明白了。呆子啊，要去你去啊，我可不敢。你们放心吧，现在他练着董郎，还不会伤人。等到有一天他把董郎玩腻了的时候，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。父皇在上，宇宙三界已闻我语过，请金簪助我一臂之力。来，回来。第二道符，我保证他的膀子能动一动。说好了吧？啊！哎，好，腿疼了好几年了，帮我治治吧。没问题。老丈可是你找贫道有何事相求啊？我家娘子
被妖气缠身了。哦，你家娘子被妖气缠身，你家娘子有难呐。啊，贫道一望即知，我这儿有一道仙符降妖符，即可保你家娘子平安无恙啊。现实果然有此法力。哎，凡人心有七孔，妖者色七孔，我这一仙符镇之，七孔皆玲珑。只要你家娘子喊晕的时候，这道仙符那可就灵验了啊。求仙师快给学生一符仙符啊。本仙符十两银子。相公，娘子回来了。娘子，哦，学生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很好，很好。哎，今天这个天气好像有点变了啊。是啊，早上还是好好的嘛。你看，好像要下雨似的。相公，你在我后面鬼鬼祟祟的做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学生看你织布呢。哎，你看，哎呀，织的真好看。哎，哎呀，刚才看到了一个蚊子，所以把它打死了。哦，怪不得我说后背上有点痒痒。对对对，哎呀哎呀，痒极了。哎，好了吧？来，哎，坐下啊。燕子啊，你头晕不晕呐？不晕呢。早上是有点。后来睡了一觉，现在没事了。哦，没事了。嗯。哎呀，没事了。哎，娘子啊，头晕不晕呐？不晕呢。不晕。嗯。怎么了？啊，这么关心我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娘子啊，这回总该晕了吧？一点都不晕。还不晕？还不晕？
相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的头不晕，学生的头倒是要晕了。我扶你上床休息好不好？娘子，不用，你去干活吧。啊，我好了。没事吧？你去吧，没事，没事了，去吧，去吧，你去吧。真的没事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出去透透气。那当心点啊。哎，好。怎么？啊，是学生，是学生啊，是学生。哎呀，哎，原来仙师在此啊！宣生按照仙师的指点，把那道符给我家娘子贴上了，可是为何一点作用也没有啊？你可是按贫道说的去做了？是啊，一点不错呀。哦，这么说来。你家娘子定是大药缠身了啊！哎呀妈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傅大官人不必惊慌啊，只要设坛祭天，动用五味真火，定能让妖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好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啊！不可，就这么办，不可，不可呀！我只求仙师除掉我家娘子身上的妖气。万万不可伤及我家娘子性命啊！你这呆子，你那妖怪老婆马上就把你吃了，你怎么还护着她啊？这，哎呀，就算我家娘子是妖怪，我也要劝她弃恶从善，修炼仙缘，怎可一下子要了她的性命啊？你说的倒好听，这感情不是你的家，你要帮她修什么仙缘？你现在把她领走啊，走得越远越好，那滚蛋！哎，傅大官人，这此法不妥。这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那我管不着，这也违背贫道的道规呀。嗯啊，这位相公要的除妖留人并不难，对，只要贫道在动用五味真火的时候留有余地便可呀。那不行，傅府是老爷我的家，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来人呐！大爷，大爷，什么事？快去给大仙设坛，快去。这，哎呀！真神显灵，让他妖魔快出来！喂，真神啊！高明啊！嘿，
做法吧，妖魔，神仙要你三经死，绝不留你道五经。让他要怪死啊！不能让他死啊！让他死！不能让他死啊！让他死！求求你了，让他死！不能让他死！让他死！他不死，我们都得死啊！不行啊！这，你这呆子，哪天把你给吃了？神仙饿了。 神仙饿了，啊！哎，你看这神也有贪财的，哎，这神和人呐，那是一个道理。哪有见银子不开眼的？哎，你看他捉鬼多厉害呀！让他死，让他死，求求你，你跪下。 你出的主意，姐姐知道吗？说话呀！知道吗？姐夫，姐姐知道吗？不知道就好。这件事要是让姐姐知道了，让父父上下连个人渣都不剩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赶快逃命啊！那怎么办呢？ 其实除掉姐姐身上的妖气也不难啊！有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啊！姐夫，你就可以啊！我，姐姐的妖法都在她头上的金簪上，只要你能设法把她的金簪除去，她的妖气便不攻自破。哎呦，呆子，求求你帮帮忙吧！起来。 娘子，不看火了。娘子，我帮你弄菜啊。好，来。
哎呀，你看你弄得这么碎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你看，应该这样，把这尾掐掉就行了。好好。哎，相公啊！哎，今晚上想不想吃点辣的？啊，好，好，好啊！嗯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半天才弄了这么几根啊？啊，多弄一点。多弄点。哎，不是这么窄，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啊。哈哈，娘子，你辛苦了。你喜欢吃我做的菜就好。好。嗯，你怎么站到这边来了哟？我要离娘子近一点啊。娘子，你看咱们家房顶是不是有点漏了？啊，有吗？哎，这几天没下雨吗？哎，怎么，什么声音啊？哦，白菜掉了。看你，哎，我来拾吧。哎，你看。叶子都掉下来了啊！学生笨手笨脚的，那你去烧火吧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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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啊。你去哪儿？啊，学生去解手。你去吧，懒驴上磨。哎，啊，记得回来洗手啊。哎，知道了。相公，啊，相公，啊，娘子，饭做好没有？学生饿了。相公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事问你。哦，哦，
娘子，你要问学生什么呀？你快做饭吧，学生都饿死了。快把金簪还给妾身。娘子，我看这金簪，咱就别要了。那是母亲留给我的纪念之物，可是万万丢不得的。如果娘子要是喜欢金簪，学生再给你买一个就是了。相公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银两，所以你把金簪送到当铺去了？娘子，你把学生看成什么人了？那你为什么要盗走金簪？娘子，学生是为你好啊。来，相公，不瞒你说，这只金簪是我母亲家的家传之宝，妾身织锦全靠她的神力。你快告诉妾身，你把金簪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相公，明天天亮之前就是交锦的最后期限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娘子，我看这锦再也别织了。为什么不织了？交完锦后就能换得相公的自由之身啊。娘子啊，学生就是一辈子为奴，也不愿意看你为妖啊。什么？你说我是妖？娘子，那只金簪别要了，它会遮住你的善心，迷了你的本性啊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你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非得做妖呢？妖是会害人的呀。学生求你了，去掉邪恶，修个正果，即使不能修成仙缘，也能修个人缘。为什么不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呢？啊，相公，此言何来？哎呀，我看娘子也不要再瞒着学生了，娘子的身世学生已经知道了。虽然说娘子是个妖身，可是学生并不怕娘子啊，只是可惜娘子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偏偏要做那种做人见人怕的妖怪呢？娘子你不爱听，学生也知道，可这是学生的一片苦心呐。娘子如果有一天兽性发作，一口把学生给吃了，可学生要把心里的话掏给娘子呀，只希望娘子能够弃恶从善，弃妖做人呐。事到如今，妾身都和你说了吧。妾身并不是什么妖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儿，七仙女。啊！这，快！哎呦！哎，老爷，快走啊你！管家哪去了？等等我呀！哎呦！娘子，娘子，哎，娘子，快快关门！娘子啊，董永的呆子去偷金簪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会不会已经被那个妖怪给吃了？啊？哼，
我想，就凭那呆子这股子傻劲儿，我姐姐还舍不得把他吃了。娘子啊，你可要算准啊！要是不行，我们还是乖乖逃命吧。逃命，逃命！你就知道逃命。我，就你这蠢货的命值钱，还有什么要紧？我这，瞧你这点德行，连个呆子都不如。我也真是瞎了眼了，你们夫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娘子，你这个我这……你跑了，这富府的万贯家财就白白的扔了。可是这妖怪在这儿啊！听着，今天晚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出来。我今天晚上自有办法让他离开。依娘子说来，你是玉皇大帝的七仙女，贤妹倒成了你母亲……不，王母娘娘的义女，相公所言极是。啊，贤妹说娘子是义女，娘子又说贤妹是义女，贤妹说娘子是妖，娘子说自己是仙，学生真不知道到底该信谁啊。相公可曾听说过，仙和妖显形之后，妖是黑气缠身，仙则是金光照体。古书中好像是这样记载的。那妾身就显形给你看，相公，你自有明断了。别怕啊！不怕，不怕。相公不必害怕，就像玩戏法一样。玩戏法？很好玩的。还好玩？看看吧。你可看好啊！很好看的。相信了。